耳机里面听到光汉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耶，为什么有人可以长得好看，唱歌又可以这么好听，真的跟 CD 一样好听。他的他那个牵手之后，大家都觉得你们很搭，我们很搭，对啊，我百搭。对，他自己的菜，他是我的菜吗？他是大家的菜，嗯、我们都喜欢这道好菜。其实光汉自己出了专辑，我知道他是从来没有在现场这样子的现场拿起麦克风开他的金口演唱过，所以觉得这个邀约也是一个不思议的妄想，但是妄想就成真了耶。在练团室的时候，我在耳机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好好听哦，为什么有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又声音这么好听啊？他可以日日相挺，玄日那首歌当我 MV 的前男友，然后今日又当我的一日男友，真的是日日相挺的好光汉。耳机里面听到光汉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耶，为什么有人可以长得好看，唱歌又可以这么好听，真的跟 CD 一样好听。看着他那个牵手之后，大家都觉得你们很搭。我们很搭，对啊，我百搭。对，他自己的菜，他是我的菜吗？他是大家的菜，嗯、我们都喜欢这道好菜。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